手上拿的就是他的宝贝，自己设计的款式。好，我们从右手边的镜头，来自最时尚，结合我们东大飞艇轻旅行时尚哦。哇哦，欢迎陈琳。那当然呢，我想媒体朋友应该迫不及待跟陈琳聊聊天。我们欢迎陈琳来到我们舞台正中央，欢迎设计师，欢迎代言人，好。先跟大家打招呼。设计师害羞了吗？今天是不一样的身份哦。OK， 冷静一点。因为我想，所有的媒体朋友跟粉丝都很想我。对，因为有几个月没有公开的活动了。谢谢大家今天来，谢谢这个天气，希望可以先暂时维持一下这个天气。非常棒，你今天你看天气多么的好，阳光普照，在等待你着来。而且呢，身为品牌代言之外，他现在一个新的身份是联名款的设计师。然后设计师，因为你知道吗，在一个品牌当中，严管设计师的就是品牌总监。对，我们今天东大飞艇品牌总监有来到现场，听说他特别的给你一点指点指导。他要指导我？真的？有没有搞错？这个是我设计的。我们就来看看品牌总监怎么说。欢迎我们的品牌总监 Leslie。哇，而且呢，今天 Leslie。总监，你就两手空空上来要指点我们设计师，安利刚丢。这一次跟我们陈琳跟东方飞艇合作，听说你非常的惊艳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没想到陈琳在这个设计方面非常的有经验。那我这边呢，今天呢，我这边有几句话，代表我们东方飞艇，我们是一个流行时尚的礼包，来，我们要送你几句话，送是小礼物。哇，有送，美女就是要配上鲜。我们品牌总监送上鲜花，然后呢，我们来合照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哇 ，Wesley，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有福，来看中间的镜头。我们的郭维军总监今天一直非常期待可以跟陈琳见面，因为身为呢品牌的总监，对品牌旗下的时尚包款，我们强调甜美、个性、独特、时尚的女性风。不管你是小资品或是充满个性的女孩，都在我们的包款当中呢可以找到你的需求。而且呢，左下角，左下角，而且这一束花是品牌总监帮连忙去挑选最适合陈琳的花束。我们总监这一次呢带了花束来送给陈琳，而且其实你要感谢陈琳，他帮我们东大飞艇设计出这么棒的包款，他现在手上有拿着，听说总共有六个颜色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呢，因为今天的现场时间非常的宝贵，那我们这边呢就代表我们东大飞艇多纳国际股份有限公司，把我们这个美丽的花，还有这个美丽的包款献给陈琳。那把这宝贵时间留给我们的粉丝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哇，我们郭总监很可爱，所以年轻人就是这样，懂得长话短说。没有，而且我发现他不管说什么，眼睛都是盯着你。当然，因为他在你身上有感受一股我们多纳菲比的幸福气息，因为拿着自己的包包，应该感觉还蛮棒的，就像自己的小孩。因为最近看你的 Facebook 上面都是跟婴儿的合照，其实都是同一个婴儿，都是同一个婴儿，是我化妆师的儿子。所以今天你也带着你的小孩跟大家见面，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小孩？听说呢，从他的布的选择、五金都是你亲手打造。因为我起初跟他们说，我不是很喜欢花俏的东西，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简约，然后有质感。所以我比较就要求的就是皮革，跟皮革的颜色、跟金属和那个皮革的搭配，然后还有一些线条，可以让它变得就是简单中又不会好像很皮。就非常的典雅，然后其实它的大小也很适合，所以很多女生都喜欢在包包塞了很多东西，所以里面也做了些许的夹层。其实它也是有侧背带，只是因为今天穿洋装，所以我就想要有一种拿手提包的感觉，小女人的时尚感。而且其实在我们今年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，就叫做轻旅行。所以陈琳在设计包款当中，她都有兼具，其实你去旅行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都可以背，像她刚刚说有设计链带，而且呢下面小小这个配件来展示一下。其实旁边是有一个东大飞艇的名牌，然后后面是 Really Young， 就是我的名字。因为他们说联名款有没有要什么记号，我说那就是我的名字哦，不然我不是
在这个包上吗？这样也蛮性感的，就是平致任人。人家会觉得我买了一个新包包就有污点，所以后来还是想说以名字，然后旁边有挂吊牌，而且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挂一些吊饰，然后就很贴心，这边就有那个钥匙环，可以让人家吊你想要吊的东西。所以算是蛮方便的，应有尽有都可以放在里面。然后重点是呢，独特设计的巧思。但是呢，我这边就比较想要问陈琳的，就是其实大家都在美国客服工作繁忙，然后呢南来北往，对不对？想说总是呢在这个暑假时刻会想要来点旅行嘛。而且现场看到很多的学生朋友暑假就是要去旅行，那陈琳有没有计划来一个什么样的幸福旅行？其实我觉得旅行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因为我本身不敢一个人旅行。然后，我的朋友们他们其实已经不是学生了，然后有一些人他们也不是那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所以大家要凑在一起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旅行不一定要到很远的地方，比方说，两天一夜。对，像台北人要去宜兰、花莲就很方便，方便。对，其实说实在的，中南部对现在来说也很方便。所以我觉得那个旅行其实不一定局限在一个一定会给搭飞机的地方，也许跟家人开开车去想要去的地方，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很轻松的旅行。对，而且其实像我们跟那些旅店一起，除了陈琳手上拿的高肯之外，我们也有纽约信差，也有罗浮宫系列，最重要有很多的旅行朋友他们喜欢旅客性的金背包。对，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还蛮重轻旅行的概念，所以只是这种小包很受欢迎，其实后背包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。所以背上后背包，但是我在这里其实蛮好奇，因为陈琳其实他有自己的独特时尚的敏锐度，这一次决定选择跟我们东方菲比合作，一定是我们东方菲比有什么样子的特点吸引到你？其实，在要代言之前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们的目录拿过来，目录送上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一关。因为我可能必须要先看到目录上的东西，我确定他们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品质，然后他们的风格，比方说过分梦幻的风格真的不是我本人会喜欢的，所以我必须要是私底下也敢背这些包包，我才更有说服力去代言。对，我不能说我代言了，我拿了钱，然后我又不背他们包包。所以这个像陈琳设计的包款，就是他平常自己不管是吃饭晚宴都会背在身上。其实其他包款也是，所以我觉得厂商跟我是非常合得来的。最重要，陈琳这次跟我们厂商有一个很重要的协议，就是因为其实陈琳知道他的粉丝年龄其实都比较小，然后希望呢让粉丝可以跟陈琳一样拥有同样的时尚包包，所以我们定价其实是定得蛮平易近人。对，就是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在一开始上市的时候就已经买了，然后为了今天的活动又买了，那我觉得我只能说是很值得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白花钱，然后也谢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代言的商品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是因为真的是东方菲比做得很好，所以我觉得我只是稍微帮忙他们一下而已，因为像这东西真的很好，优质的用料，精致的武功，那最重要今天设计师本人站在现场，我想大家是不是想要来舞台上跟他玩游戏？最重要，玩游戏今天还可以拿到他手上的包包，想不想要？想要要大声一点，热情点，想不想要？想不想要跟我们东方菲比还有陈琳玩游戏？那现在陈琳，你知道我们的现场粉丝朋友，他们其实一直在从八月初知道你今天要来现场之后，他们就拼足了火力，逮到今天，希望你可以用你的幸运之手抽出他的，来到舞台上见面。用抽的。我本来想说，哇，在现场点十几位还算是几率蛮高的，但用抽的我觉得不容易了。没错，而且这次我们分为 A、B 箱两个箱子，我们希望透过总共15位的粉丝来到舞台上，跟着 Rani 还有我们的 Nappy 去旅行。好，我看看人在不在现场。如果三位，如果我们喊三次名字不在的话，就往下抽喽。汤瑞成在现场吗？有，是你吗？不是，你是。汤瑞成，赶快进来。你太冷静了。对呀、啊，大家可以热情一点吗？下一个疯狂一点。下一个，我们在这个部分呢，是我们8月1号到8月14号购买的朋友，陈柔珍。哦，恭喜陈柔珍。有，就是这种接近昏倒的。请将你的那个名字辨识的部分给我们工作同仁阿婶留下。曾志怡。
次一共是好，赶快来我们现场，林佩兰，林佩兰，林佩兰在哪里？也有男人呢，代表说你们哦，恭喜，有买给女友过吗？詹智仁，詹智仁，恭喜，我们还有几个名额呢？而且其实再过几天就是七夕情人节，哎，林佩兰，你投了两个，林佩兰，恭喜。等一下，詹智仁 again 啊，詹智仁 again， 哎，他们是情侣吗？我们要不要来配对一下？詹智仁 again， 那他就不算了吧？好，陈丽丽，陈丽丽，恭喜！好，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统计，我们十位名额，现在还剩几个？吴文君，吴文君，吴文君，我们现在工作人员帮我们清点一下，几位已经到现场了？这个有过吗？好，我忘了。曾志怡刚刚也有念过咯，曾志怡，那个摄影大哥一直往天空看，你的意思是？没问题，我们家族的马力展现 Donna Fifi 的热情，我们要用 Donna Fifi 的热情来抵挡这一切。唐唐，最近这几天又下雨，不要怪我身上。唐若慈，唐若慈，还有五个是不是？是因为我英文名字是 Rainy， 很爱怪我身上。好，我们要再抽出四位来。好，王红平还是李红平啊？天哪，这个字还是古红平？你是艺术家来着是不是？这个更艺术，这更艺术，真的哇。陈琳这是在折火是不是？我来看看，他叫做林林，哎，林林丽是不是？林林丽，电话是0937开头，林林丽，林林丽，很伶俐啊。好，来，我们还有抽出几位呢？我们工作人员，上面已经有八位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另外七位呢，就是由我们今天购买的消费者抽出来之后呢，我们邀请粉丝现在旁边。稍等一下哦，下面已经六个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还有九位可以抽，来彭瑜伽，我要抽快一点。好，彭瑜伽感觉他可以下腰，林嘉轩，林嘉轩，温以晴，恭喜林嘉轩、温以晴，赶快躲在棚内。陈心怡，陈心怡，陈心怡，朱芳君。朱芳君，恭喜，赶快过来！还有几个，应该我们再抽出五个，再抽出五个。林玉莹吗？林玉莹，恭喜你，来，赶快过来。好，请稍等一下，常帮我拍照的那个人。陈琳，陈琳，我们稍等一下。哎呦，现在看一下，点一下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帮我们清点一下人数。如果超过了，就要你自己贴游戏了。还差几个？来，快速我们清点一下。快速，摄影大哥一直在那边，待会马上就让媒体大哥联访一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下雨了，你们就不要我。工作人员帮我们清点一下，还有几位。我跟你讲，遇水则发 ，Donna Fifi 跟我们陈琳一起大发，手上这个。好，我们再念出这个名字，就先抽到这里。邓文慧，邓文慧，有这个人吗？好像邓文慧吗？来，请这边请。那现在呢？我想陈琳，我们媒体大哥一直迫不及待跟你近距离接触，我们直接呢来先进行媒体联访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先让媒体朋友呢先来进行联访，待会我们再来让粉丝朋友跟陈琳互动玩游戏。那待会要补拍画面、捕捉镜头呢，待会再跟我们工作人员做查询。